按按哦！哇靠！我没有那个头像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太屌了吧！前面有头像哎！我觉得 YouTube 聊天串流好比 Twitch 恐怖哎！你们太猛了！啊，对啊，我开了，我开了。这款游戏是那个我在工作室取经的时候，鱼竿推荐给我的游戏。啊，这个游戏就是很像 Ring World， 就是边缘世界，也很像缺氧。欸，缺氧成分一点点啦，可是边缘世界很大。可是它的游戏设计就是还在陆续开发，所以会有点。就是要怎么讲，因为我跟鱼竿玩到后面发现，就是说他一天要做的时间太久了，导致就是说一天就这样浪费掉了，感觉就是节奏没有平衡好，对吧？欸，我完全不想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不想开台了，打算就是在工作室干脆就是录影剪影片，然后就是这样度过 YouTube 人生，不打算开台玩游戏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没几个人看，没关系的。这时间有看的人，我都想打屁股了，好吗？好啦，这个游戏呢，它是在经营一间旅馆吧，就是要把人骗进啊，来来来，成为仆从是一件让人梦寐以求的工作。优秀的邪恶老板可以保证对愚蠢受害者稳定供应。啊，是我跟你刚才抱怨这个字幕超难看的。哦，对，先讲哦，这是Steam上现在有特价20%，但是它没有支援简体中文，也没有繁体中文。这个是鱼竿传给我补丁包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躺着听啊，因为这个我应该会剪精华出来啊，因为这个我打算拍系列，因为我跟鱼竿讲说，哎，不然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拍一个攻略好了。他说好啊，等你啊。嗯啊，对，这游戏它有联动投票系统，可是我不知道有人干嘛啦，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很鸡掰的事件。啊，你们看到他还脱鞋做菜，然后帮人家脚底按摩。这个是我的员工在抱怨我，因为我可能就是这个人。嗯，老板是个剥削者，生活真的是糟透了，因此聪明的仆从从他悲惨命运中站起来，并申请加入了马基亚佛利恶棍联盟。啊，对，这游戏。其实中文翻译叫做马西亚，所以我那时候找攻略打马西亚，找到一大堆德马西亚。好，他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，好吧，别人的一，是别人一一吗？但这真的值得，因为。一天晚上，一只邪恶的猫头鹰从窗口冲了进来。他带了仆从生命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封信。你看哦，注意哦，也是唯一的一封信。然后你看这只猫头鹰哦，下一秒他死了，超可怜的。啊，祝贺卑微的仆从。你在马西亚利，哎呀，我在马西亚，马西亚恶棍联盟中的申请批准了。在这些条件下，请把这封信带到邪恶领域部门，接受邪恶土地的阴谋和进一步指示。
背叛的马戏人，对对对对，跳过。你是不是想跳过？这边好像好玩。反正他是介绍说，要成为一个最大的恶棍，然后在这边面试。然后我的号码这么多，然后慢慢等。欸，我没有听到风声了，听到风声跟我讲哦。早安哦，早安哦。怎么有种 Google 翻译的感觉啊？没办法，他就是直接翻译了吧。欸，至少有繁体，这游戏没繁体有点难玩欸。简体啊，对不起。他们怎么敢阻止我邪恶邪恶计划？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结果变成灰了。好，这就是面试员，要不要什么？职业介绍所的那个吧。嘿，中介。我们邪恶啊，这游戏就是他只支援打简体，所以我本来想说命名一些人的名字，想说算了，不要好了。你怕鬼吗？可以拍《都市传说》系列。我怕，我超怕鬼，好吗？那时候我们看完那个，那什么住院，然后那时候我想说，还好啊。就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要抱着一只小绵羊睡觉。OK， 亲爱的繁星，你在邪恶领域之外，他会送我三个仆从，然后让我开始开店。这游戏一开始就是好，有看到这些吗？这个是建筑，这是砍木头，这是挖矿，这个是收集蘑菇，这个是扫，这个清洁是扫血用的，因为就是杀人之后要清理那些地板啊，有的没的需要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搬东西，这个是灭火，这个是启动一些机关之后啊，就是要把它再重新按回来。稀有怪哦，稀有怪在楼下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教主早安，我好久没出现了哦。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波浪符。对啊，你好久没出现了。那这个是写信，这游戏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写信。也不是说最重要，反正你要写信才会有客人过来。啊，这个是厨师，他是要把人料理起来的。老大居然开台了，老大，醉醉，欸，我记得你订阅过我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没关系。所以现在是你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还是这样？有偷玩过啊，我在工作室偷，在跟鱼干那个两个人在研究怎么玩这个游戏。因为玩到后面被人打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终于可以分享了，繁星安安，出国玩的开心吗？想你开台的日子 W。当然开心啊，完全不想回来耶。主要是怕在那边待太久啦，会不好意思。然后回家了，而且现在我真的是从冷气房出来到我家的暖气房，我觉得头好晕哦，我觉得我明天就中暑了，而且今天好热哦。今天我们就是平常走出来都没什么感觉，然后就今天跟鱼干搭车回台，因为鱼干在台北工，那个他去台北工作，一走出那个计程车，然后踏到高铁前面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快乐死。有玩凹没有？我也不会拼，反正就是凹凹什么凹。实况怕鬼啊，连巧克力也是。其实不要刻意去吓人那种的，我还 OK， 懂吗？你说像晚上去一个人那边夜间走一走，会乱想啊，可是就是不会多大害怕。可是就是你躲草丛那种恶意吓人那种，当然会怕。好，我们来选职业吧。哦，看到没有？五颗星，这个非常好啊。这边一开始洗最多也只有五颗星啦，我们先用吧，不用，然后再洗牌，这边可以刷刷刷。然后重点就是这个，我的骷髅头每天要吃六根骨头，
对啊，我想回去，我不想开台了，我不想当实况主，我想当 YouTuber， 我想帮忙剪片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木乃伊呢，他是要吃肉。然后这个神经，他应该是翻译叫神经病哦，对，精神病人，他是吃大脑。我那时候玩到后面就是雇佣太多吃肉的，两个木乃伊啊，跟什么挖沟鬼的，我一天就要消耗到30个肉，我根本来不及用。哎呀，你们既然都在，那播个广告，好坏。感谢你们吃广告，让我不易饿死。哎，我本来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画那个这几天发生的图，在想说要用成影片的方式做成动画呢，还是直接用四格漫画？你可以考虑把电脑搬走。我想啊，可是就是他们最近有规划啦，可是想说先等他们那边规划完吧。详细是什么我不能说。我怕剧透，你们剧透会死人的，你懂的。You know？ 你看这边有个写信的，我们继续找吧。一开始我想说要不要用僵尸，但是好想你，哎，好，你好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差点要断了 ，QQ 帕波尔忘记没美金了。帕波尔。感谢艾琳去订，然后刚刚还要感谢陈跟吴啊去订嘿。啊，微微怎么在 YouTube 打字啊 ？YouTube 打字我不叫看不到，因为我现在是开着 Twitch 的画面，然后放着两个聊天室在这边，所以我主要还是会看到 Twitch 比较多啦。你看哦，刚刚那个要吃7个脑嘛，这个只要4个脑，可是僵尸他能做的工作只有3个，所以就很有限。我们来挑吧，再挑。然后前期建议就是说，哦，这个游戏有点贵，它现在褒贬不一，主要是因为游戏贵，而且又是还没有完整好，还应该还在陆续更新啊，就还没有完整性，所以可以后面再买。啊，然后这几天我又看说夏季特卖嘛，我在等的游戏一直都只有10趴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UGC UHC 吧。FANSHINGBUR。感谢废物续订，他一直在泰拉瑞亚跟我约战，大概打了三十场，他大概赢我两三次而已。啊，那两三次都是意外死的，趁我在打字或在教东西的时候给我们偷偷打人。我瞧得起你才叫你废物呢。好啦，然后这里面你有看到这边装备槽，我那时候跟鱼干研究很久，因为我们有个武器拿都拿不起来，发现说这个角色有武器，然后那时候鱼干就是马上雇用这个拿了武器起来。不然再来打啊，等下关台后来打啊。马熟啦，都只会不敢打开，躲起来对跑。好，我先选一下，这搬运就还好。前期的话呢，我觉得写信跟这个制作，这个就是工厂啦，就是你做一些木板啊、齿轮之类的那种，把木材变成木棒，速度会快一点比较好啊。这个是研究，那你要看一下你的墓碑有几个啊？叫那个谁？秀去看一下你的墓碑有多少个。我们现在继续再刷一下吧。